半冬来失去三个亲人，是真人啊！我爸爸回去，经过三四个月了，阿嬷回去，阿嬷回去了，一礼拜来阿伯回去，阿嬷甲阿伯是同一个厅头，烫两副棺材。恁敢捌等我了？阮阿伯去甲阿嬷去崩牌啊！哦，咱较早土著嘛哦，去崩牌，去了一礼拜，原囝去甲阮阿伯去崩牌。我迄个去崇拜，甲伊讲哦，你讲唔对啊啦，你来去看呢，你来叫你这个人单来去看讲好尔。啊，阮堂哥甲伊讲对啦，啊，真正来去的，迄个是阮老爸是来叫阮阿妈，我今晚要来去阮老爸安尼。哦。所以迄个去崇拜，伊讲哦，阿妈安尼，啊，你来去崇拜都还袂去转头嘞，阿妈连过来去这个来去崇拜这个人。所以半冬来无法扫掉三千啊！所以阿嬷、阿嬷甲阿伯要出去一冬吼，都爱做天生。所以阮迄一冬吼是三份棺材同齐出。咱感觉看长过吼，咱有真个老钱嘞，恁感觉去长个少钱着？无呢？吼，一直伫咧花打钱在上。啊，最近一年花嘛是安尼。五个月来嘛是走掉三千个，啊！我爱讲讲，伫个旧年十一月，心肌梗塞，拜四会知影送去病院抢救，拜五才透早三点就走了，来不及啊！哦，所以我讲哦，哎呦，啊，这个人都明明在搞那些太凶狠嘛，都是无义啊！我啊，会讲讲转去了，好。告别式办好诶，隔天我侯汉妈妈上去急诊室。好，啊，伫侯汉公公要倒转诶，进京高位，侯汉一个上敬爱诶大姐，嘛倒去。好，啊，这个大姐侯汉当然甲咱介绍。啊，阮这个大姐倒去吼，她是对侯汉含公公倒去对侯汉冲击非常大。这两个是真正是上疼侯汉。好，帅风亮哈。上天对予咱的视线无常，拢是用这样咱极端的手段。因倒来，即个来讲我一听，吼，拢无偌久，啊，就亲人一下就离走。哦，所以我讲，这叫做无常啊。哦，这叫无常。哦，所以讲咱今仔日呢，真的，咱讲要视透无常，就是安怎，要活在当下。哦，较早吼。咱有一个故事吼，有一个故事，可能咱拢捌听过吼，有一个真正拢捌听过，叫做《释迦佛度姻缘》这个故事，捌听过吗？捌啦吼，因为这吼，咱是应该当初拢时常咧讲。啊，为什么我较刚刚这个故事特别分享来讲呢？因为这个故事影响我较足大。哦，当初是我咧请教的时候。啊！我妈妈甲我讲，啊，你若袂嫁啊，就要穿口，就要食菜，啊，嫁袂出要安怎？啊，我是无要饲狗狗咧，所以就反对的。哦，所以讲哦，嫁嫁来要穿口，哦，啊，所以伊拢反对。但是我就是因为听你这个故事，我甲伊讲哦，啊，你看我同母亲我食老，伊拢讲食老爱穿口啊。我讲妈，你看我同母亲我食老，哦，爱就平常无要咱来。所以讲啊，这个故事互我感觉讲，对互我影响真大，啊，互我嘛分享互咱大家，吼、哦，就是讲呢，有一天咱的世尊，吼、哦，释迦佛带着伊的弟子呢，落山去咧度化有缘，啊，交化缘啦，吼，啊，佮行到到这个啊，一个真闹热的这个城市，吼、哦，啊，拄好遇到一个，哦，一户人家吼，哇，安尼，看起安尼一间厝安尼哦，看起真。重要啊，有钱人安就对了，吼、哦。啊，伫个门口呢，去看了一个中将，啊，这个中将叫做吴华，所以咱叫做吴华中将，吼、哦。啊，这个释迦佛呢，看了这个吴华中将，哎、欸，看了伊安尼真慈祥的形啊，伊就想要去甲伊度化，所以伊就去甲伊讲啦，伊讲吼，啊，中将，吼、哦、好，啊，你看下就较不作孽的呢，吼、哦，啊，要就来修行就对。那这个释迦佛就甲伊讲哦，啊，中将你阿妈来受感恩啊，啊，这吴法中将就甲世尊阿弥陀佛，伊讲哦，修行吼，修行我感觉是一个足好的代志，哦，我嘛感觉。
因为我都有三个心愿还在完成。所以他就问我，你有什么心愿没完成呢？他说，因为我感觉讲，第一，我这间厝已经老旧，我想要来换一间啊新厝，给大家，给厝内面啊安怎住较安稳。这是我第一个心愿，我想要起一间大厝。第二就是讲，我上有孤独，我搁有父母伫个啦，人讲父表在，子不远游嘛吼，所以讲我的这间还袂了。所以讲呢，我嘛袂当做伊想。第三项代志就是安怎？我的子女吼，子女拢安怎？拢还袂成年的啦，嘛还袂甲伊拍算的，所以讲这嘛也都是我的这间的啊。所以基于这三个理由，所以吼，暂时我还无法度堆积起。等待我这个资金拿掉的时候，我绝对含伊去收银安尼。细尊听人咧讲是讲安尼，就是一年还袂成亲嘛。所以细尊就离开啊。那离开了呢？经过了一段时间了的时候呢，咱细尊呢又搁下山来度化幽灵，来化缘。搁经过了一卡这个中介的门口，远就看到讲哦，这个中介因兜。太安尼足闹热的安尼啦吼，人出出入入人足多，所以就向前来个，想要去来探视一下，来拜访一下安尼吼。但是想袂到讲呢，到到伊个门口的时阵呢，看到内底气氛无同呢，这跟这因兜的人太安尼，大家都足哀伤的啦，拢穿着白衫，安尼足哀伤的，所以就足好奇，伊就去。但这个中介领导，就问领导人讲，是发生啥物代志啊？这个中介的家，厝内面人就甲细尊讲啦，伊讲哦，因为哦，阮老爷哦，就讲要起一间大厝，通哦，予厝内面人住较安稳的啦。所以呢，就开始动土动工咧起厝，起啊起起啊起起到要上梁啊，这一天要上梁啊，你就知影讲哦。咱若有去过厝，就知。咱若咧起厝的时阵，咱主人家是毋是拢会惊，看头看尾，大出大入，拄啊伫咧上梁的一天呢，较早的人咧起厝，拢咧完全手工的嘛，拢用斧头，用啥物许机器，然后无像咱正讲好，迄个啥物钱啊，安尼断断就好啦，毋是，较早的师傅拢用迄机器头用斧头用啥的吼。拄好迄一天呢，这个师傅吼，伫这个上梁当中吼，伫咧做工课，我无小心一支斧头甩了挂落来，挂落拄好太阳拄好去讲着黄华中介的头啊，所以怎啊一命呜呼哀哉，安尼吼，所以就怎啊倒转去，所以呢。一段时间，就是伫咧治伤期间呐、所以咱咧，现在我咧去看着咱文化中介伊个遗像，伊个遗像，那挂伫个壁顶啊，大家厝内面人足哀伤，所以伫迄个当下咧，咱现在我咧怎啊做了一首诗啊，因为我无甲伊拍开啦吼，咱迄阵就讲啦，伊讲，昔日中介家常名。今日拼上挂上衣，可恨严君不相见，何不将他三万里？你今日看中正伫遐咧行来行去，安尼个怎安个？哇！今日去看伊个衣裳挂伫遐边个嘛。所以讲，咱先甲阮讲讲，哎呦，伊个严德宏啊，你嘛够袂晓做人，伊干呐要完成三个心愿，第一个心愿咱就无好完成啊。所以讲呢。何不将他三完形啊？第一个心愿就无完成啊！所以世尊佫继续讲啦。伊讲，何不将他三完形？所以他奉劝世间人，伊讲好结缘是义，请结缘，莫待明年以来缘。明年亦有明年事，不觉无常在眼前。这首诗吼，足千遍。伊甲咱讲讲，好结缘是伊请结缘，就是叫咱来珍惜姻缘。千万唔通讲哦，啥物代志哦，我同
完美蛋子，我阿无啥物感觉呢。当我阿公公妈妈蛋子了时吼，哦，阮的囡仔若在开玩笑，我拢甲讲吼，我拢甲公公，我即马是孤儿呢，伊是我阿爸无了，哦，无啦，我阿佫有一个疼，足疼我阿婆婆啦，哦，啊，所以讲有好的蛋子，真正袂当蛋，哦，第二件代志就是健身，得保养身体。咱这么好，伊照顾身体，吼、哦，目前是安怎？我苦了苦了嘞。我最近哦，阿妈嘞，年龄啊，含德清去台中去看阮台中的一个两个单厝啦，吼、哦。啊，咱有一对单厝吼，迄旧年吼，阿妈是旧年嘞，今年吼、哦，咱因咱林中立的旧年吼，没钱钱，有空钱，咱台中的钱钱嘛，啊，有来都来台中探望。啊，迄时阵有来，咱真正有当用餐。哦，啊，来的时候，大家看到安尼个安尼，健健康康的，啊，搁安尼吼，脚手马力啊，搁精神有够好诶。结果伫咧上个月候选去台中学习的时阵，啊，去学习伫功课的时阵，哎呦，啊，搁看到咱这对关注夫人，夫妇啊，夫妇两个夫，一个开活动拢是人来用餐的啦，用餐的开安尼啦。哦，啊，所以后来啊，怎讲原来两个老菩萨拢跋倒嘞，啊，一跋倒了吼，煞艰苦，拢袂好啊，吼，所以咱拄好利用年假这三天吼，咱礼拜五就讲，今年就去两趟咯，吼，啊，咱咧大叔夫人啊，讲吼，我打外久的时候是还佫好个好，佫会弹的，佫吼，我佫会劈腿的，吼，啊，如今安尼，含走路都拢会难，哦，所以咱讲吼，健身哦，保养身体是会当。那上重要一件代志，就是健康立德，天神袂当当，哦袂当当，哦。所以讲，咱若想要做做啥，会去做，一定安怎爱去提升。所以讲，咱讲人生无常，咱来把握每一个生命的当下。哦，需要做啥，想要做啥，尤其健康立德这件工作，千万唔忙单。哦，所以咱前面讲，讲叫咱唔通等咱失去健康的时阵，咱才知影讲哦，啊，我爱来保养啊。往往等到你感觉讲有问题的时阵，拢失望啊。像后雪姐姐哦，伊得过那是，原来是属于大肠癌之种，啊，伊就是那办法啊，伊拢认讲哦，未啦，我底下可能做咩咧，哦，啊，结果伫咧做久以前，咱就来。伊哦，拢有去咧互伊来推拿，啊去推拿的时阵哦，正看当时，迄个推拿的老师就甲伊讲讲啊，讲啥？我咧甲伊提哦，我感觉你巴肚只有一粒呢，你应该检查看下呀，安尼。啊，好，嘛是拖到讲，你做生意都唔当了啦，哦，都拖到讲哦，伊个冻袂住啊，迄阵那是多，是啥物节日啊？爱讲伊要办的。九月啊，七月半底阵吼，啊有一道对啦，啊，互我去找的时阵，我讲吼，我巴肚咧痛咧，我才有生一粒咧，安尼，就这样子安尼。当伊发现了时，淋巴都无穿，那就吓人，六十几岁啊，所以呢，咱真正唔能单单讲吼，失去健康的时候，才知影讲啊，我爱来保养。好好的时候，咱就爱减本啊！吼、哦，忙等咱亲人走去的时候，啊，想要保养，拄则咱讲的，吼、哦，孝养这件事情不能等待，因为咱想要等，有时是有人都活咧袂等食啦，吼、哦，啊，所以忙等咱采取事情，采取时机的时候，咱来感觉讲年轻无穷，吼、哦，那阮即摆好无代表以后拢会好呢？你即阵有钱，无代表以后有钱嘞。哦，所以往往有真侪企业家拢安怎？伫个风光的时阵，拢是哪样笑的？等到伊安怎事业，人讲寥落的时阵，伊才发觉讲哦，啊，我迄阵太多，过歪去巴，哦，所以拢想难啊。哦，啊，问大家业绩真心，还是讲哦，啊，我爱来待过。哦，咱唔知有当着无吼？哦，啊，咱真多人的疫情啊，即摆较无，以前拢常常接到道歉，但不但着讲要求准备头，
啊，拢问讲啊，从啥物求慈悲哦？啊，都老美人啊，啊，真看病啊，啊，讲要来求啥物慈悲，看会当吼来保庇吼，吼真好害。啊，好害了咧，伊就要开始来求功德啊，哦。若要讲害哦，这个讲着惊，这真难讲咧。咱吼遇到有真侪这种经验咧，哦，好好诶时，毋知影讲好好。哦，要紧成功一点。当他人破病时，他要来求上帝慈悲，求神父慈悲，往往都来不及。哦，啊，忙当他生死关头，哦，就拄只讲讲，当他生死关头，他想着要求灵。哦，忙当他生命终点时，咱来想讲讲啊，我要来求神佛，这个时候差不多同款。哦，所以这结果总归一句，就是咱世俗来讲讲。悲哉都行了，哦，所以说哦，凡事真的不要等待，因为等待往往会跟来不及画上等号。这是互我哦，深深的体会，因为互我在这一瞬哦，要等进前，互我拄啊打台讲哦，啊，你即摆你想掉会当到你的家己事实来做，哦，啊好，啊我来有闲啊我来，拄啊打讲哦，啊确实。所以他就跟男人一起画上等号，哦，所以说呢，咱今仔日呢，咱有缘来求道，吼，哦，来学道，真正要好好珍惜，咱累世修来的福德，哦，啊，若一旦受伤去了，其实后果都袂，所以咱讲悲哉都歹待啊，哦，这就是咱第一点。那第二呢，咱来哦讨论认识，哦，认清真假。人情真假，请问世间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？情理。我来讲一个故事，哈，哦，这个故事真新鲜哈。有一个囡仔吼，一个细汉囡仔，啊，最爱这个飞机的啦，最爱飞机模型，哦，然后讲啊，这可能顶世人是飞行员来出世，啊，若无吼对这个飞机吼，足感的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只要拿出去去看到因，有看到因兜无的迄个飞机模型，伊拢会吵要买，吼，哦，就会甲因兜的人吵讲，我要买飞机，我要买一架飞机安尼吼。啊，所以买，厝内面就安怎，就买一大堆飞机模型啊，哦，买足侪就对。有一天呢，伊就经过着因兜的巷仔口吼，拄好有一个阿婆开一间干妈店，啊，伫这个干妈店的内底呢，有放着一只飞机吼。哦诶，这个模型是因家宝，啊，这个囡仔看到这只飞机模型安怎呢？哦，足看个啊，哦，所以就一直甲厝内面的人，他讲我要买安尼啦，哦，啊，爸母就想讲哦，已经买遐济啊，啊，买回去哦，嘛是拢拄伫遐尔，无意思啦，所以就无爱好买，就无爱好买啊，啊，即个无爱好买，这个囡仔真巧呢，有一天哦，伊就真客。就家己走去阿婆买，啊去就阿婆讲，阿婆，我要爱迄只飞机，哦，啊这阿婆当然欢喜啊，买，哦，所以就把迄只飞机拿下来，哦，啊人讲一手交钱，啊就一手交货，啊所以讲这个阿婆哦，把飞机给这个囡仔了后，接着伊手中的这个钱，这个囡仔回头要走的时候，这个阿婆就讲，哎，囡仔来，你摕这是玩具钞。啊，玩具超要那边，要甲买物件啦。啊，这个囡仔真巧，这个囡仔真巧呢。我头就甲这阿婆讲，阿婆，你讲我这是玩具超袂当甲你买物件，啊，无请问你，你飞机敢是真呢？你敢是真呢？也真呢。嘛是真呢啊，所以囡仔甲阿婆讲，啊，你这飞机嘛不是真呢，是我用假的钱甲你买假的飞机。合理啊，你有合理无？有合理啊！所以讲哦，哦，我看这笑话讲哦，我这个囡仔真正真巧哦。但是这是笑话归笑话，我感觉真有意思哦，真正有意思哦。人讲人生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哦，咱在这个人世间，咱若无有智慧，真将会就会迷失在这个假象当中哦。哦，是不是安尼？哦，所以讲呢，真心三是真呢，三是假。
咱来用智慧去看的，吼、哦。那有人安尼讲啊，伊讲人生是假的，吼、哦。咱拄仔讲迄种假啊，吼、哦，含这身躯嘛是假的，所以有人相信真。有人安尼甲咱讲哦，啊，你迄种假的啦，有人相信真啊。但是咱来想看卖啊，有真侪人真拍拼的，吼、哦。啊，若讲世间是假的，啊，咱拍拼一世人是为着啥物？吼、哦。所以佫有人讲啊。人生是真的哦，所以你爱认真拍拼努力，你以后才有好生活、好前途，有无？嘛，世间人拢安尼讲嘛吼。哦，啊，无唔对，咱事实是真正爱认真拍拼，咱才有好前途。但是呢，咱爱认真掉头啦，唔通认真无掉头。假使讲咱一生当中，吼、哦。当然，咱伫即个生活当中，活在即个人世间，你本来就是爱有一寡物质生活，靠我着维持啊，这是无毋对啦。但如果咱一心一意啊，拢在追求这有理想的物质，啊，有一天呢，真正能够什么都再不走，啥物都带袂走啦。所以有一个故事，咱毋是拢听了讲师咧讲，讲当年亚历山大大帝啊。哦，伊要临终的时阵，伊交代着伊个追求，但伊讲哦，我若返去了时阵哦，会记个，伫我的棺材两边边挖两空，把我的手伸出去，啊，伸出去咧创啥？啊，当然伊就是利用这个，啊，利用这个因缘来警示世人，啊，伊讲我哦，虽然贵在万劫之上，啊，要爱啥有啥，我但拢无欠啊。但是到到我要转的时阵，有啊，双手空空，动都站不转去。所以讲，咱在人生的世间，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，当然要生活，咱就是爱打拼，无唔对。不过呢，除了咱除了追求有理想这个物质以外，哦，咱对着这个哦不朽的真理，咱嘛一定爱点啊，爱去甲伊探讨。这才是真正咱会当予咱将来吼、哦，真正当得到安心安息的一个上好的因缘。吼、哦，所以咱讲啊，唔通迄落伤认真无唔对，吼、哦、啊，不过咱爱认真调查，因为咱在人世间吼，唔、哦、管你拍拼偌济啦，吼、哦，唔管你拍拼偌济，但拢早袂当有，但拢早袂当，不过有一项物件。因为跟你都有点的，这项物件叫做啥？业，哦，所以咱先要跟你讲啊，伊讲万般带不走，唯有业随身。但咱早袂懂，但是这项物件，伊确实安怎，把咱念掉的，这项物件叫做业。那啥物叫做业呢？业就是咱的行为的经济，就是决定咱未来去向。决定咱未来果报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物件，哦，所以呢，咱来先要甲你讲哦，伊讲凡所作皆为之业，哦，就是讲呢，咱人啊吼，咱每一个人，哦，恁咱的思想，一切善恶的思想、行为、念头，哦，甚至包括你讲的每一句话、一个表情。一个感情，迄种叫做业。哦，讲出个嘛是业嘞。哦，咱一个表情、脸色哦啦，迄嘛是业。只不过业有分啥，有分善业甲恶业。他说讲咱嘞起心动念，咱嘞一切的思想行为，哦，拢是属于善的，拢是属于正面的，拢是好的。那你所讲出来每一句话，你所做每一件代。等于属于善业，好，啊，这个善的经济，啊，将来这个善的经济，伊就传往你往生堆好的，而且因缘去，啊，咱就是好的果报。他说，讲咱每一个起心动念，咱一个思想行为，拢是负面的，拢是伤害的，啊，拢是不好的因缘，啊，那呢，咱就会结下不好的经济。啊，这个无好的经济，将来就会把咱带去无好的结果去，啊，还叫做幸福永远的果报。
哦，所以讲呢，咱今仔修德，修德就是安怎，爱从恶业转为善业。所以讲，咱就是爱去端正，今仔修德就是爱来端正着咱每一个哦起心动念，哦，把遐无好的下摆的经济来给剔除掉，哦，啊来给修正为正面哦善良的下这个经济，安尼咱将来较有好的人生。哦，所以咱讲要活出圆满的人生，就是要透过修德，修德咱才有法度改变。因为你有正思维，咱才有哦，才有正天为，啊，咱才有好的人生。哦，所以讲，咱拢讲修咱的人生爱照计修真吼。咱今日个主题就是照计修真。哦，啊，你照什么计？修什么真呢？哦，咱提基督时，咱个当初是不拢来讲。算是真的，算是假的，哦，凡是的拍拼的拍拼的东西都叫做假的，哦，啊，咱这个身躯会拍拼的，会啊，所以咱这个身躯也有假的一面，哦，所以咱在咧求的时阵，咱告诉人讲，讲什么是真的，真的就是咧讲咱一点真灵本性，不生不灭的真灵本性，哦，啊，这个真灵本性是上。